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游戏频道。那今天这一集是我们的线上赛事WDC 冠亚赛的第二场，由我们的 GL 战队对战芬兰战队。好，那为什么我直接跳到第二场了呢？因为主播我当天忍不住了，偷看 live， 那已经知道结果了，那这样我播报起来就不好玩了。第二个，我认为其他的场次好像没有什么该分享给大家，不是说虐菜啦，就有机会你们自己去看啊、哦，看国外玩家的转播啊、哦。我这边只提出一个，我觉得在团战中大家蛮常犯的一些错误，在第二场啊、哦，我可以来做一个讲解，分享给大家。好，那看一下双方的队伍哈。Viper 这里是一样哦，立陶宛很可怕哦 ，C 位文明立陶宛那一家，然后 Jordan 是玛雅啊，玛雅 Jordan 招牌，然后 Tatito 维京跟打四强的时候，其实他们善用的文明都差不多，外加维京，玛雅。那玛雅的话，等一下先讲文明好了。哦，现在对家是芬兰，哦，对家是芬兰战队。The Max 打马国一样是立陶宛，然后再来是伊索比亚跟维京。哦，这边只有伊索比亚跟玛雅的差距。那我在WDC 四强赛哦 ，GL 战队对上越南战队的第一场，我已经有分析过越南啊，不是越南，不列颠、玛雅、伊索这三大工兵文明的差异，我个人认为的差异点。那这场我就不再多说了，哦，我就不再多说了。那简单讲一下啦，玛雅反正就是工兵给你死，没有差，反正他工兵便宜。然后伊索是暴力输出。那由于玛雅没有火炮，玛雅这边没有火炮，所以后期推进是羽毛加大冲车。那伊索这边的话，我比较推荐的是火炮加暴力输出强弩兵。但是这两个讲这场啊，这两个玛雅跟伊索的差距在哪里？城堡要不要盖？哦，一个是玛雅盖城堡出羽毛会比强弩兵强，可是伊索这里的城堡里面是弯刀，在团战弯刀很少出现了，所以我为什么说伊索跟玛雅两个虽然都是前中期文明，但是玛雅可以打到后期一些，但伊索我觉得没有办法。而且伊索城堡时代是他最耀眼的时刻，我个人认为，当然地出打一波所有的工兵国都可以，但是伊索比较偏更前中期的文明，所以想看一下这一场这两边外加的对决。那其实这场我已经看过 live 啦，我想要分享的不是文明上的差距，而是指挥跟观念，团战观念，指挥跟团战观念，队伍决策决定的走向。那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我们就看下去。好，这一集一样用 Viper 视角来看一下 GL 战队怎么样打这场比赛。哦，文明其实都差不多，所以没有谁优势谁弱势，而且看地形大家都一样。这张地图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，但是前面这有一些高地。然后双方家里也是都是有高低，所以谁的图烂吗？好吗？没有，我觉得是一样的，所以我很想要转播这场比赛给大家。好，那继续看下去，这边看一下立陶宛配置好了，团战的立陶宛19 P， 好，19 P 上弓箭，19 P 点弓箭，哎呦，它会重叠到哎、欸，不要开好，不要开好。啊，传统界面就是这样，没办法。但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我要保持《世纪帝国》的原汁原味，这是最传统的界面。好，这边 Max 在赶路 ，Viper 有赶吗 ？Viper 应该有赶路，哦，不然羊不会生那么多。哦，猪啊，这场是猪。很可爱的猪，不会上不多。
好，马国十九匹，点封建 ，Max 这边也是吧，十九匹啊、哦、，OK OK， 团战都是十九匹的啦，顶尖的抢先手，不然你的队友很快很容易被二 v 一。好，这边 Ruby 是二十一春点小攻 ，Jordan 二十一春点小攻，他 Tito 二十一春点小攻。The Lace 二十村点小攻，好，给大家看一下团战的主流配置，外加内加，这边讲得很清楚了哈。马国十九 P 村民，其他外加你要二十或二一都可以。所以之前有一集我说，现在打团战小攻不会打什么二十二村、二十三村的，那个太晚了，那个会被先手，太晚了，除非你有打三民兵。那这一场有打三民兵，这边看一下了，原来是这里打三民兵，玛雅没有，玛雅不打三民兵合理，因为他有小攻便宜嘛，赶快转小攻比较划算，对玛雅来说。这边 Jordan 老鹰挂跳了，哇，这边用 Jordan 视角来看哦，这防守攻略要很屌啊。会过要很屌，一个漏洞就爆炸了，而且是团战有钱拿的冠亚赛。好，这边赶快低调，然后再盖一个新的进来挖黄金。这手速 OK， 这边会过都 OK。好，那个冠亚赛不会乱打哦。那这边小攻出来，这个安全了，看一下这里 ，Zupi 跟 Tatito。都出装甲，那这边也是看操作啦。这边没有亏过，但是我围的比较大，然后这边用 TC 防守，不太可能这样走进来，可能要从后面绕。那猪皮这里还在盖围墙，有没有机会？有没有机会进去？猪皮进来了。不要嘴猪皮哦，他也是前五十名的世界，所以我说啦，像这种地图哦，没有会过的能力，真的玩不下去，三民兵就爆了，然后猪皮被乱到啦，也拉回来啦，这边来不及，赶快啊猪皮，猪皮酥皮浓汤，哇，很抖。哦，还好进来稍微乱到一下下而已，没有死村，还打得下去。然后 Viper 这边跟 Jordan 发起2v1，没有2v1，因为 Village 过来，刚刚这个 Jordan 的操作大家看到哦，所以就直接来打 Viper， 啊 ，Viper 直接一个死围了，啊，马国。要很会农，又要很会控马，那这个 Viper 不用质疑他的能力。那 The Max 团战也是很强哦，很会农，单挑稍弱，我觉得 Max 单挑稍弱，但是团战不错。好，看一下 Max 家有没有死围，看帮他检查一下有没有动，这后面应该没有动啊。好，也死围，双方31村 ，Max 这里是。32村差不多哦，差不多。好，那这里交战看机体5+1，这边已经点攻击力了，那这边要开干吗 ？Viper 在找漏洞，没有漏洞。双方机体是这里先点防上来了，8只马7只高地，这边要决战了吗？一个加攻击，一个加防。好，对砍。哇 ，Viper 马挂了。哦 ，Viper 马挂。其实这边就比那个控兵能力啦，好，比控兵能力。好，反正这边 Viper。四头全数阵亡，分数
芬兰战队领先，哦，领先了。等一下，我是没有讲到啊，立陶宛的赤候是65滴血，啊 ，Viper 这里的赤候嘞，不点赤候了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 Viper 的有没有品种 ，Viper 有品种。可是打输了 ，Viper 有品种，可是打输了，所以 Max 的控马能力哦，大家不要急哦，他从以前都是团战那一家打马的，很会爆经济的、哦。好啊，这边他低头来乱，但这个乱不到什么东西，大家要打城堡时代了。那这边也是打城堡时代，如比稍微被乱一下，但好像没有死村。这边围一下哦 ，Ruby， 最好是围一下，不然等下 Viper 穿进来。好，封建时代一波交战啊，手速很快啊、哦、，Jordan 这边都没有被乱到 ，Viper 这边也死围了，唯一有点小缺点就是 Ruby 这边的破洞有稍微乱到一些些。好，这边收掉了 ，OK， 看城堡时代 ，Village 这里。Blaze 也围了 ，OK， 大家都这边要小心哦。木材已经外露了，等一下会钻进来，这个可能还要补一下。这边很危险，哦，打团战就这样啊，没办法，不能想办法不要拖累对手。这边 Viper 一个瞭望台，大家有看到吗？多么保守 ！Viper 知道他黄金在这里两块，他直接来一个瞭望台。不给对方机会。那 Viper 有四级吗？有吗？有吗？那等一下想开 TC 再来买石头就好了。这个意识可以吧，各位？Max 没有插箭塔。这个箭塔你们觉得呢？我觉得很 OK。我觉得这个箭塔很 OK。因为。在打团战的时候，如果对面有 Viper， 你会很想要 2v1、3v1 Viper 把 Viper 打穿。那个越南四强赛的第四场，就是用这个战术一打二，博博加伊索比亚暴力强军是把 Viper 的波士打穿了。那 Viper 万亚散，他直接插箭塔，提前部署，比我们台湾政府还会提前部署。这个箭塔 OK， 好，单 TC 爆骑士看机体，哦，攻防都有加上来了哈。好，这边是伊索比亚辉煌的时候哈。那我想知道，这边 GL 战队怎么打？玛雅的量一定是比伊索多，正常来说，那这边就是比控兵，比策略。然后塔提托围巾嘛 ，Zuppi 这里围巾，围巾对围巾，这个先不看，反正都直上单倒血。这边不要问为什么啦，因为围巾村民被乱到的话很亏，因为他有加成那个手推车，然后打强军士是很正常的，围巾打强军士很正常，不会开 TC 的，而且是团战。双方点手推车，免费升级手推车，然后抢先手是围巾对围巾的看点嘛。那这边有大血提前 ，OK。玛雅也直接单到血了 ，Village 这里有都有单到血，大家都团战都是打强军士啊，没有强军士守家，哪来的后面经济直接爆炸了？因为这个是不是单挑、哦，有可能3 v 1直接 Viper 在神家里也会爆炸。哦，团战在讲的是团战。好，那这边是我想要讲的看点。Viper 这里发动进攻 ，Colder Jordan 还有自己的骑士，再加塔 Tito 这边要来三打一。Zuppi 是围巾，我说了 ，Zuppi 如果没有军队防守，围巾会废，因为他有经济加成很多。但是如果村民没办法做事的话，会变成一个破口。
那这边他们拉回来了，拉回来了，但是移动速度没有特别快，不是蒙古突起，这边造成一个三打一的局势。这边一直在做拉打，一直拉打。这边我想告诉大家，为什么来打猪品？第一个，为什么来打猪品？第一个，塔提托跟猪品刚刚已经在中间对射了。Velez 的军队在哪？不知道。Viper 视角不知道。那这边就是抢一个先手，先手的威慑力。好，那这边先不讲了。这边。Velez 带着他的部队，这边是 DD 塔 Tito， 塔 Tito 一个走位失误落单了，赶快 Viper 过来救塔 Tito， 你在睡啊？这边塔 Tito 有一点走位失误，然后高地被 Max 拿过来2加2防，攻击力这边立陶宛占优，但是这里 Jordan 的玛雅量很多，又一个高地，哦，塔 Tito 这边在累哦，这个老实说塔 Tito 在累。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开市集还是什么，有开市集啊，那应该看得到啊。好 ，Jordan 的玛雅，他的 main 角玛雅一直做一个拉打，然后这里 DD 这个 Velez 赶快控兵上来了 ，Velez 控兵这边没有往上走，你要往上走，这个差很多。这边虽然都收掉，但是 Velez 应该控兵可以控得好。然后塔基头走位失误。但是我要说的是 ，GL 发动三打一的策略非常成功，逼到这边的两家从已经走到这里了，而他拉回来到这边，差很多。我觉得这边就直接放猪皮死，因为没有办法，你已经走到 Jordan 家了。但好死不死 ，Jordan 这场是玛雅外加他的量多，而且已经超前部署有箭塔，这个一定是有沟通过的。如果你要打一打三 v 一强军士打挂一家的话，你家里势必要超前部署，可能像玛雅现在要挖石头了。内家 Viper 一个箭塔，但是他是马国还 OK， 外家比较早爆，比较接近战区，那这个塔 O 不 OK？ Jordan 这个塔 O 不 OK？ 对，就是意识跟你要出去打仗，家里要有手，要有观念。好，这边 Velez 开 TC 二 TC。我觉得这边 Velez 不能开 TC， Velez 赶快冲多一点的弩兵，因为猪皮刚刚已经炸一波了。哦，开 TC 好吧，我觉得那一家开 TC 就好。好 ，Viper 三 TC， Max 三 TC， 猪皮三 TC， Jordan 二 TC。这边开 TC 哦。啊，随便啦，我觉得啦，我觉得要赶快伊索赶快打出来，不然玛雅后期还是比伊索好用一些。好，这边又被吃掉啦，又是一个三打二，猪皮不在，爆了，没有讲到，但是爆了，这边才来，对。后面的走向都一直倒在 GL 战队这里。其实当下在看这场比赛 live 的时候，我觉得这边双方农经济配置操作其实差不多。可是这是我这一集要说的，你的队伍灵魂谁是主 call， 策略怎么打，很明显 GL 这里略胜一筹，而且是很大一筹。等一下我会复盘团战怎么打，把这边赶快要防御箭塔吗？啥的漫盖大学干嘛，要点帝王了，十加四十加三，好，双方交战看机体。但是这里 Viper 有两个小老弟在帮他， Max 没有了，爆了。这些东西一只一只过来，其实啊 ，Viper 会拦截哦。好 ，Velez 抢先帝王，有没有办法抢弩兵出来 carry 呢？但是再拖过五分钟
绿油这边的玛雅跟维京的阵型比较优，加上这里高地一个城镇中心加风车来了，伊索怎么守自己家里呢？这个高地如果打输了，其实芬兰战队就输了。这个我这边有守住，这边先往后拉合理，因为伊索强弩了。哦，这一波伊索很强哦，不要去碰。好，加一个城堡，这个城堡很 OK， 因为伊索没有城堡来解。然后这边赶快先拆射箭场。哦，这个 Jordan 做到很多事情哦。好，往后拉。这边会不会 delay 到 ？Villas 要来 carry 吗 ？Villas， 你先走来高地。哦，还好 Max 过来了。我已经看到两波 Villas 的工兵都在低地打高地。然后这样子被射，然后这里塔基托由于是维京，刚刚没有被乱到，但是 Ruby 死一大波又被乱到，维京人的差距就是这么大了。因为那个手推车村民不能被乱，可是刚刚 Ruby 已经被三 v 一结束了，这场 Ruby 被撸平了 ，Ruby 被撸平了。啊，苏皮很可怜。好，那这边强弩维京加上立陶宛骑士，10+4攻击力。Max 是10+4，刚刚不是10+5吗？哎，不对，刚刚是10+4。Viper 刚刚也有捡到一级，应该是。啊，这边占这个高地。以数量来说的话，维京人好多只，加上 VIP 的骑士也好多只。这边打一个2-2，那 Jordan 这边又一波这么多的量，你们知道玛雅多恶吧？那个工兵便宜很恶心。然后这边又对射又挂了，转战矛，那结束啦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结束了？这边射程5+38点射程，这边开吃，双方马国同时上帝王，那这边是不是芬兰战队很难打了？好，那这边立陶宛哦，虽然攻击力对撞很强，但是他的远射是2+2而已。他没有特别强，立陶宛的远防没有特别强，面对这些强弩兵怎么办？加上是玛雅转羽毛了，就问伊索后期如果有城堡，他有更强的工兵吗？他没有，所以为什么我说伊索耀眼的时间在城堡上？结束了 ，GG。跟大家快速复盘一下，为什么我要讲这一场？第一个。如果你是玩维京的，像朱比这样外加的话，你要小心人家来打你2 v 1，因为你维京的村民很重要，比全部的文明都重要。你不是印度，你不是斯拉夫，村民很重要哦，维京人。跟大家复习一下，为什么这场我一定要分享呢？轮轴手推车这个这么 OP 的加成是给谁呢？给你的村民，不是你的军队。你的军队必须，为什么维京人常常看到直上当道学？因为他必须保护村民，让他最有效的做事。直上帝王是全世界帝国文明最快的。阿拉伯来说，我觉得这场不是阿拉伯，但是很像，对吧？那这边 Viper 直接 call Jordan 跟 Tatito 3-1 Ruby 维京直接爆炸，后面维京有很强吗？后期没有，对不对？那这场已经掉线了， Ruby 掉线了。那我看到的是芬兰战队差了一点的是，他们想要去打一个谁玛雅
玛雅工兵就很多，防御也比这个维京好。加上这里 Jordan 有插塔，假设刚刚这边发动三打一，这边有两个二打一的机会，已经走到这边了。我认为芬兰战队不应该走回来帮这个维京了，来不及了，直接打 Jordan 打看看。结果我看到的是二打一拉回来帮朱皮，然后朱皮早就挂掉了，然后这边变三打二。要不是刚刚塔提头走位失误的话，是三打二。团战就是这样，有得有舍，你必须要有一个主抠做决定，要必须跟队友沟通说，我们没有办法去帮你的，对不起，我们没有去办法帮你，但我们帮你打回来，打 Jordan 打看看。可是 Jordan 这边意识很好，他已经有一个箭塔在这边了， Viper 也有一个箭塔，那为什么塔 Tito 没有箭塔？也有箭塔，差别在这里，三个箭塔超前部署，你要谁今天来 2v1 我 3v1 我随便，反正今天我看到围巾我就先去夹他干死他，而且刚好这边已经在开战，这就是主扣策略团战沟通，要跟队友沟通，我们要办法去帮你，我们要去打 Jordan， 请你撑住或是怎么样，逃了，就这样结束了。虽然看起来没有什么，但是里面满满的是观念，满满的是观念，还有这个文明上的差距，文明上的差距。假设今天这个高地给伊索比亚拿走了，盖一个城堡，请问伊索比亚有强的暴力工兵吗？不会，他只有弯刀，所以伊索比亚更早期，比玛雅更早期。这也是为什么伊索的出场还是没有玛雅高，没有不列颠高的原因在这边，也没有维京高，因为伊索在这四个常用的团战工兵国里面，还有中国，伊索比较偏弱势，真的是强军事。所以我刚刚说为什么不要盖二 T 四，赶快直接爆军事打看看打回来，不然我觉得后面很难玩了，因为高地这边被压着，已经威胁到主内家 Max。那立陶宛骑士有很扛吗？没有，他是加攻击力，对不对？一出来就被控制高地，那立陶宛玩个屁呀、啊，对吧？好，那这边的观念分享就是我个人的观念，不一定是对的，但分享给大家。那这集的转播就到最高端了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